好的，我们这边伊邪那岐再打一次。好，那他转木座的时候会给你底下一直牌、一横牌都帮你转珠，所以还不错。其实竟然没有阿红，对啊。第六主角值得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练啊，因为你没有主角的话，可以用第六主角代替，不错。好，还没打死。这队伍还是不怎么好，没意思吗？没有啊，是我的问题啦。我应该一直刷存，还跟谁？手抽是天照，天哪、啊，超幸运，恭喜你！像我就没有这种运气啊。边玩黑色沙漠边看台，好辛苦哦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个回合来制造强化珠吧。第一关基本上就是等他负面效果消失再就可以打他了，对，哦，差不多了，那我们这边直接来吧，最强化珠，这样好，可以转个珠子，然后这边再回个血量。这一队还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木符，新符石兼具木符石效果，所以木符石，所以新符石也可以做强化珠的一个消除，这样我们也会有伤害。好，第六主角建议练竞技场有加成哦，我练了两张我练了两张，我默默的又练了两张第六主角，对。好，第一关就这样过喽。可以可以，通关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到了第二关。第二关这边我们木屋跟我们的这个铁扇公主都跳了，我们就开吧。然后再，天哪，这个版面他刚把木珠转掉了耶，有没有这么会转？那我就先来转个这样这样。好。要削到木珠才会有那个底下才会帮你转珠，可是没有削到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。那我开个这个，那这边转法再一次分享给大家，这样子，上面转，然后绕个路下来，绕个路下来，好，希望不要天降那个把我中断那个 combo， 感觉就是叠到一半然后就乱天降啊。好，我们这个来到第三关了，第三关这边遇到的是这一只，我觉得。好像可以直接打过去，我们开个拜亚机。好 ，OK， 这个天降没有问题，飞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接着来到第四关，第四关这边遇到的是这一个电击符珠子，有三个太多了吧？那我们这边直接试试看可不可以带走。嘿，这样，哦，可以消除电击珠子，哇，天降多一个木珠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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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，那这边还是没有带走，可是应该快了吧？他应该快被我带走了。我们这边他 CD 2的时候再带走他会比较好，可是在这边天降掉是怎样？我刚说比较好，他就天降掉，有没有这么会天降？好，我们这个伊邪那岐哦，再看下去，这个棋手，我是不是转错了？是不是又转错了？可恶！可恶！还好我有袋子哦，吓死我！我看又一个转错，真糟糕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一关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也是直接打，我们这边直接来转。我怎么一直在转错？好，这样。这可以转十 combo 可是我没有转到。天啊！啊，过了过了。这队可以放风离玩杂色队吗？可以啊。可是呢，是可以啦，我之后再实测看看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来到这一关，洗技能，这边建议是把我们的木屋跟我们铁扇公主都洗到跳起来会比较好。那这队的好处就是底下帮你转珠，所以你基本上可以一 combo， 你可以不用转珠就可以回一个血量之类的。好，很好转。第一次看阿红影片，马上订阅，太帅了，感谢你 ZI， 你刚刚好像也说过一样的话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基本上慢慢打就可以了。可是我消太多组了，太会转了，糟糕。好，
这边回个血量，嘿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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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转行珠，补一组行珠应该补得回来吧？应该吧？补不回来？哎，就懂吗的，太扯了。我吃一颗石头好不好？这个是完全是手误啊！我以为补得回来，但是补不回来。手误是什么？失误就对了。好啦，我们要洗技能洗好了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所以我吃一颗石头好不好？我们来到第七关，第七关这边遇到的是这一个。那我们这边锁定围城，那我们开个这个伊邪那岐。好，我这次一定要转九 combo 啊！绕一圈往下，是不是应该没有错吧？对，没错。好，太好了。OK， 哇，天降到13了，不错不错，太会转了，糟糕。我怎么一直在打自己脸？糟糕！那我们要这一个，好，这边直接转吗？哎，这样好，这水柱没有转到是有点可惜了。这边要尽力转啦！呀，被打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开个拜亚机，好，直接转，我要认真转了啦，不啰嗦，好不好？这是一直死掉，也不是很好。阿文好溜啊！没有啦，其实也是蛮弱的。好，哎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七 combo， 好，这个回合就带走吧，差不多喽，可以，太会转了，糟糕，白阿红，新系列有用吗？有啊。他们可以放在队员，感觉比较适合一点。好，这边是八卡莫顿影像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转转看，看可不可以通关。应该是可以吧。八 ，OK， 天降，天降到11了，可以。打了哦，残血更新，这回合一定要带走啊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快跟我说没问题。没问题，这个就八 combo 了。好，刚刚好，没问题。那我转的好帅，感谢你。终于来到王冠了，天啊！好，裤头剩一回合，可是王冠他会帮我们消除，太棒了！开下去。哦，这边一定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转一圈下去，对，没错，要带走他们了。Yes， 可以过了。然后这边再来一次，转一圈下去，开龙科，哇，终于通关了，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好，可以，没有问题啊，这个。嘿，大家可以看那个伤害哦，还不错。然后这算什么啊？就是伊邪那岐可以转出固定的一个木珠版面，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铁扇公主可以追打，所以还蛮搭的啊。Yes， 通关了，太好了，终于顺利 victory 通关了啊，终于。铁蛋好，那我们这边这一堆实战就为大家示范到这边了。我们打了好久哦，可以好。